这算约会吗？我还和娟美租了一个房子，周末的时候住过去。这个小区呢，是我父母住的地方，因为离展览馆比较近，车停这也方便。哦，所以你从小到大读书都住在这儿？嗯，对啊。挺幽静的。要不要记下我的电话号码？万一一会儿人多挤散了，比较容易能找到。 情侣皮肤的 coser。你也玩啊？啊，倒没有，不过给他们做过同人曲。这么巧？巧？<笑>去那边看看。好。强行死？哇哇哇哇哇！哎，哇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？ 今天正好有时间，就来现场随便看看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这位是声声爸爸，我知道，哎，你低调了一万年，这高调一次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啊，这位是莫白。 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之前相亲不给王成荣，要了唱的不是许了吗？听了听了，我都甚至从手机铃声了。啊，难怪他刚才说巧。哎呀，被他的粉丝包围着，你可得小心啊！闪闪慢。莫白老师，咱们该准备上场了，木木等您呢。哦，好的，我先上台了，一会儿聊。好，忙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 还有一位搭档叫木木，啊，一会儿他们就该表演了。那个白头发的就是木木，啊，一个诸葛亮，一个赵云。<笑>
要不要去买点纪念品？嗯，好。慢的话真好看。你喜欢？喜欢。谢谢亲爱的，我好爱你啊。我也是。那我们吃什么？我们去吃火锅吧。行。亲爱的，节日快乐。哇，这是你生日，说明。有点。你馒头吧。心里喜欢。生日快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真是偶数吉祥日。 君美。 是，全美。你来是约会的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从一开始我就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在网上爆料，绝对不。我听你广播剧已经有10年了，签个名。你不是刚？签个名，我马上走，等你女朋友来之前，省她误会。 我到了。哎，这，哦，跟小信。你好，我是娟美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哇，好可爱。 喜欢哪个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真的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好，有成套的吗？成套，您是要情侣款吗？啊，倒不用。您看您女朋友喜欢哪个角色，我可以帮你们找一套情侣的。喜欢哪个角色？还是都要了？啊，哦，不用。嗯，这个还有这个啊。 这两个是女生会喜欢的，那我帮你们包起来。要不要找木木、木改他们签名？嗯，好。你好，那先不用报了，我们直接拿去签名。行，那这个。好了，啊，你们两个是 coser 吗？不是，我刚刚看你们在跟莫白聊天，以为你们是一个圈子的，素颜来捧开了场。但你们俩长得真好看。谢谢。那我们先去排队吧。不用谢，我没看错吧？没错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神神们。你好，可以跟你们合张影吗？完全没有问题。来，谢谢。来，1、2、3，好了。谢谢，你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可以，嗯。 是为好兄弟特别赠送的爱心，想我签什么？祝百年好合吗？什么呀？要写早生贵子。行了，开玩笑有个限度嘛。你都把人带过来了，还不让我们说啊？就是啊。好好好。
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谢谢托关照。行，那你们先忙着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哎，等会儿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你们忙吧。啊，好吧。拜拜拜拜拜。哎，那不是又剩咱俩吃饭了。我可没空陪你，待会儿结束我要替我妈接我妹。今天不是周日吗？我们要去游乐园。天哪，那我一个人吃饭很无聊哎。我跟我妹吃饭，你也要插一脚啊？可以啊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。行吧行吧，反正我妹喜欢你，一起去，她高兴。就是啊。哎，你好。客官是你吗？可以可以。帮你门牌。来，你站中间。该怎么解释？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现在拿出来合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还是算了，当不知道吧。算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你好，两位点份情人节套餐吧，这个今天点的比较多。那就这个吧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其实我今天约你就是为了签这个合同，你看一下。好。这就是走一个流程，然后方便我们行政好做后期的时间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份合同不涉及金钱。嗯。既然你都说了，那我说实话吧。我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别多想啊。我没多想，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啊。啊，是吧？这算约会吗？稍等一下。喂，刘主任。哦，知道了。哦，我马上回来。不好意思啊，医院有事，我可能要走了。啊，没关系的，我们也逛得差不多了，快走吧。抱歉。不用抱歉，我理解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家有好几个医生呢，快走吧。是不是要先说自己回学校，免得耽误他的工作？程程。小叔，臭小子，有段时间没见着你了啊，又帅了你。这个，他是，哦，顾生，这是我小叔。哦，叔叔您好。哎，顾生，是女朋友是吧？你该说不说啊，咱们墨家的媳妇儿，真是没有差的。你那个父母啊，我都已经有一周多没见着他们了，你回去给他们说一声，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定得聚聚。他们出去了，研讨会，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。你说这自己人比外人都难约。那这样吧，你回头啊，让程程带你到我们家，要多去走走。你小妈做的一手好菜，到时候啊，给你们好好整一桌啊。知道了，小叔。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先忙了，慢走啊，小叔。拜拜，小叔再见。我回医院，给你送到超市门口。好。走吧，我有点赶时间。好，那走吧。包给我。啊。谢谢。热不热？要不要把羽绒服脱下来？
那我走了。我尽快忙完，一起吃晚饭。啊，不用了。我晚上要回家吃饭，改天吧。等一下，把羽绒服穿上，书包背上再下车吧。哎，你给我请人年去了？不是说晚上不回家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正好，你帮我看一会儿吧。哎，你先走吧，有活动，晚上有活动。易如啊，大家都在那里碰头吗？只有我和你。要不要记下我的电话号码？万一一会儿人多挤散了，比较容易能找到。两位情人节快乐！啊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没事。没事吧？您看，你女朋友喜欢哪个角色？我可以帮你们找一套情侣款。顾生是女朋友是吧？你该说不说啊，咱们墨家的媳妇儿真是没有差。想我签什么？祝百年好合吗？什么呀？要写早生贵子。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盛山曼，你要淡定，淡定。盛山曼，盛山曼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你啊！吴天伟，我怎么就没发现这是一个人呢？自从知道你跟我本命一起以后，我真心的把你所有生日会、歌会的录音我全都听了一遍，我怎么就没听出来是你呀？哇，这太神奇了吧！我天，我不是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我，真不是。你别演了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你肯定是啊。那个，你放心啊，这事就我一个人知道，我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把这个秘密就烂在我自己肚子里。你怎么知道我？其实是莫白刚刚发了一条微博，我给你看啊，你看，这是他发那条微博，已经很多人都转发了，然后莫白又秒删了。秒删，你说秒删这种事都被我刷到了，我的天，我这运气是不是太好了点儿？天哪！珊珊啊，那个你放心啊，这件事我保证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但是你不知道，我刚刚我认出来你，我有多激动！你说你名字里有个生字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他发什么了？哦，他就发了一张你们俩的背景照片。我主要是看你刚刚拿回来的那个包和袋子，还有你这身衣服，还有你这个发型，我就断定那个人肯定是你。本来吧，这照片莫白也没说什么，但是木木一转发，大家就都懂了。好，我给你看，你看他转发的时候，他还说：“哎，这不枪击词和他老婆吗？”你知道吗？
木木可是我的 coser 的本命啊，我要是不是时时刻刻关注他的话，这个事儿我就错过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但是你放心啊，他真的是秒删的，真的是秒删的，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来得及截图的，也就是我哎呀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不是，诗诗啊，你都不知道我喜欢的人是多少呢，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要了，你好，有盆卖吗？欢迎光临。我最后一个问题啊，那天来咱们店那个医生，想追你，敲墙角，还敲我偶像墙角，被我说对了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，他就是我大学隔壁的师兄，人挺好的，就是不爱说话。那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走了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哦，对。帮我跟我偶像问个好呗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大学隔壁的师兄，这怎么论的？谢谢你啊，耽误你情人节时间了。嗯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今天也没事儿。拜拜，拜拜。妈，回来了。哟，你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？我可没给你留饭啊。没，去同学家，离家里近就顺便回来。哎，妈，你怎么在收东西啊？今天我跟你爸要去照顾你外公。照顾外公？外公不在家吗？你外公在医院。在医院？啊，没事吧？哪家医院啊？外公怎么了？就是我们超市对面那家医院。我也不知道，他是做体检自己溜达去的，到了医院，医生说最好做一个全面体检，他这才给我打电话。你外公年纪大了，住院做个检查也是好事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外公，您下次要来叫我们谁陪您都可以，您可千万别自己来了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就是我那几个学生，听说我很长时间没做体检了，非让我在这住几天，等把所有检查做完，我就出院了。没事儿就好。外公，那我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，给你弄点来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乱买啊！我知道了。来，爸，吃橘子。来，哎呀，你们两个也回去吧。他在哪个科室呢？在几楼呢？叔叔，好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住院处。外公住院吗？没事儿，他来体检，过两天就出去了。我外公以前是医生嘛，所以他看病都喜欢自己来。
多大年纪的都自己来。在几号床？19号。嗯，你是来查房的？我刚过来找个人，我科室的病区不在这儿，我在西南。啊、哦。什么时候回家？一会儿就回去了吧。没事，你忙，不用管我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外公，您先吃，我回去了。要不要去找他说个再见？回来了，情人节被叫回来，耽误约会了吧？还好。真有约会啊？哦，是不是上回电话里边那个花格姑娘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就算人姑娘脾气好，你也得上门给人赔个罪。真的？嗯。忙吗？稍等，我刚洗完澡，我先穿上衣服。喂。着急找我？不着急，嗯，只是有一件事，白天忘了问。你说。我们录的那首歌，那天录的，你说情人节要发的。与君归。嗯，对，与君归。怎么了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今天会发吗？会。录好的歌不发，好像也不太好。可是发出去是不是太高调了？你要是不想发，我们可以换一首。但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今天要送一份礼物，所以不能不发。哦，也对啊。那你有没有现成的编曲啊？发给我，我来唱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我想一想，我电脑里最新的就是《朝夕》了。那我们今晚就唱这首，你来和音。这首歌我前几天自己录了一下，然后自己用古筝弹的伴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你等等，我再处理一下，要半个小时之后再发给你。OK。嗯。嗯，拜拜。
谢谢。行啦。你今天加班不忙啊？忙啊，但是你大少爷比我忙，所以就抽空过来照顾一下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啊？载我一程呗。我在等一个东西，今天可能没空带你了。行吧。没良心的。合同签好了，看看啊，看看我这办事效率啊，挺有仪式感啊。2月14号签合同。什么2月14号签合同？我不说了吗？我是顺路去的，你们别什么事儿都往那个情人节上想啊。哦。哦，你哦什么哦？我都说了，我这个就路过他们学校，然后私事公事就这么一起办了，怎么着？你不用给我报备。不要打扰一个单身女青年在情人节这一天清静的工作，谢谢。不，谁跟你报备了啊？我，看你看这人，你今天是怎么着你啊？你脑袋是不是受刺激了你啊？行了，我干活去了啊。主动干活。啊？怎么干活？我开心，我快乐，我干活不行。行了，走了。不正常。嗯。发了，你可以试听一下。这么快？难道是一次过？不愧是他。这首歌是我和他送给你们的，情人节快乐。千万个朝夕从何说起，描摹一笔深浅于天外星，一点一滴勾勒出昨日惊喜，和眉眼如画的你共同写意。漫过山峰的雨雾轻轻，似是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。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与共一朝一夕。是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。从此耳畔一更心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。这玲珑剔透，每次出新歌呀，都得让咱们羌老师试听。咱们完美的羌老师还缺歌厅吗？生生，不过小林子，你一万年不上微博，怎么就发现我们这一个月的绯闻女主角了？嗯，其实我早就知道她。一个是商配的大佬，一个古风早已封神的歌手，肯定认识很多年。吃饭。哎，虽然说没发与君归，但这首呢别有深意啊。可不就是嘛，人这一万年不上微博的玲珑剔透都给勾现身了。哎，看这句评论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他。你们品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能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有点意思啊。你想想啊，说明玲珑剔透啊早就暗中观察许久了，这枪老板一高调坐不住了呀。前绯闻女主和现绯闻女主，你们说这枪老师这次是不是该有点为难了啊？
为难啥？他有啥可为难的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江青瓷这个样子？那可不好说，人家多年的感情呢，这日久生情和一见钟情，说不好谁比谁强。娘，江青瓷要是真对玲珑剔透有点啥，还用等这么多年？不就早该那啥那啥了吗？你懂啥啊？你谈过几次恋爱行不好？人家相识于微，相识于微，你懂不懂？再说了，这玲珑剔透也是咱们古风圈的老人了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你，我发现你有点意思。谁胳膊肘往外拐？你吓我一跳。那生生不算是咱们古风圈的吗？哎，你也算是个老人了，怎么了？你就见不得新人好啊？你一点前辈的风范都没有。我不是这意思，猫哥，你替我说句话啊。啊，你看看这茂哥人间清醒，人家就知道我不是这意思。歌不错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哎哎，你走一走，你把吃的拿走干什么？孟医生，还好让我赶上了。我真怕了你了。去哪儿？回家呀，我家你最熟了。刚好我妈做了好吃的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吃热乎的。好，送你回去，但是吃饭可能来不及了，我约了人。那明天呢？你不是有两天轮休？明天我也有事儿。走吧，上车。好吧。抱歉，猫妹来，我最近想出一张专辑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作曲编曲。价格我们后聊，肯定不低于行价，想和你先沟通一下，合作一下。非常开心能让你这么看重，不过我作曲很少做命题作文，怕会经验不足。我听过你过去所有的曲子，很喜欢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告诉我你通常喜欢什么风格的，我想想看。漫漫和淡墨荷香听过吗？听过，我考虑一下，好吗？好。我不着急啊，你慢慢开哈。今晚不在家，但是给我留了面包。已经在吃了。我刚收拾完，本来想等你一起吃一些好东西，慰劳一下自己，情人节还要加班。这么晚了还没吃啊？都十一点了。太忙了。下次吧，下次我一定陪你吃饭。明天怎么样？明天
明天我跟周正他们从录音棚录完东西要一起吃饭，我去接你。那你把地址给我，明天我寄过去。也行，我们可能从录音棚出来会比较晚。湖南路521号六栋一单元1602，这是地址，到时候我发你。不是餐厅吗？这是我家的地址。我和卷尾租的一个公寓，不是你上次去那个地方。早说好了。嗯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明天，嗯，人家生生慢跑不掉的，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，不用天天追着。人家就是想天天追着也不可能啊，那本来医生都要挤出时间来谈恋爱，那好不容易调休了，当然要约会了。我这是，哎，你别忘了提前给人家打招呼，你的职业特性在这儿呢啊，你别一忙起来一整天看不着人。人正跟你亲亲呢，你一个电话就得走，那谁受得了？经验丰富。我理论经验那是相当丰富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收工以后都来我家吧。啊？嗯。不，你们俩谈恋爱，我们俩旁边伴唱啊。怕他不好意思，人多了他自在。行，明天见啊，我们俩肯定去。你说，不会以后一直带着咱俩当挂件吧？哎，你就珍惜现在的时光吧。以后等人家谈顺了，你想跟着人家还嫌弃你呢。嗯，我，他谈恋爱我为什么要跟着？真奇怪。签合同去了，啊？对啊。昨日惊喜和眉眼如画的你共同写意，漫过山峰的雨雾轻轻，似是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，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与共一朝一夕，如同云低时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，从此耳畔已更新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，千万种声音都孤寂，听见你独白句，说我很想很想你，如读懂一幅画外音，看懂你眼角情，一遍遍立住你心，千万种人生定非离，听出
出你的声音，说我很想很想你。问身边也有满天星，我满世界是你，慢慢的和你共度一朝一夕。